What?如果你想把对线发挥到极致的话，你一定要在对面上人之前，你都已经站在那个草丛里了。那样的话，对面一定会很难受，吃不了兵。伤了幻血换得很凶啊，这边我、哦、这边是红的刮、啊、刮了一套。哎呦，三十九这边换血，先打一个不灭，感觉也不算很亏。嗯，两边有来有回吧，他这边两级抓上，而且这波把线推过去，那这个位置感觉鳄鱼很危险、啊。哎，这边卡萨没有学技能，他应该是要学 E 的。两级了，在这里看学什么技能，应该是要学 E 点 E 助你先起 E 技能一套、能走两套闪现啊，闪换闪。这啃再啃一下，哎呦 ，A 加 Q， 这波日带的瞬间步伐，气定神闲，传说韧性坚硬不倒。来下路这个位置，闪现上来直接一个链，刚好预言家这个钩子也是勾空了。我这边这个拉被链住的情况下，这波看要不要考虑反打，可以卖了啊、卖了，就卖就可以了。拿到一血之后，看后续怎么去帮一下吧。过来再反一个 F 六，但这边小东北已经来了，卡塔的位置是有点危险，他是没有闪现的，这里被减速了一下，柱子一顶，甚至感觉把人粘住了。哎，刚才这波直接闪现牵链子，直接贴脸的这个位置闪现是拉不开这个链子。主要这波刚要把钩子给躲了，很关键。这波如果不躲钩子的话，其实这波滔波是能打的，因为小、因为中路这边小东北已经靠过来了，奈子手里是有 TP 的。回头攻 ，BB 盖的这是没有闪现的，这个位置有点点难走。死了呀！这里应该是感觉不太能走了。死了呀！再 A 一下，闪现 A。又出层电浆，但是其他路也不太好起节奏，因为现在上面鳄鱼来了，这波威武是不想轻松把这个龙放给滔搏，但是距离还有点远啊。反手一个滚，这边是没闪的，直接被秒。投了一个神女大，这个大招是大到了三个人，哇！反手又是一个真蛇女的大招，石化住了两个人，在这个位置预言家感觉是不好走了。预言家这里应该是要被艾希给收掉，哎，是牵连线。来看一下这波团，这波团其实第一时间相当于是被秒了一个，但是也是把滔搏这边人给留住了。后续这边一个蛇女大招刷到了三个人，只有奈特这边靠着一个小走位躲掉了。嗯，蛇嘛比较灵活，蛇皮走位。哎，下了六级了，这边一剑定住这个位置，杰克拉我是并没有闪现的，他有一个大招在这个位置，我的 A 弱，这里应该是走不掉了，人头上 3D 拿了下来。预言家这边有闪，预言家有闪还不交，大招下去先把防御塔给无效化，感觉这个闪现有点交慢了呀，死了。这个大招下来一技能拉，哎差一点，短了一寸。哎呦，这波惊险！威武是选择隔断滔搏中路和下半区的人。哎，这边 E 过来一箭，并没有射中。哎，旁边一勾勾过来，这边预言家给了一个大招，自己的位置其实也有一点点危险。狗熊先开了一个大，把位置给拉开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哎，这边练上来了，有一个蛇女大招，但是并没有石化到，后续又一个石心兔子伤害，还差了一点。那这个小龙威武还是要给。滔搏来了一个，确实，哎 ，Jacky。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来闪现有大招，被定一下，定在原地。但是不怕，他大招先拉了一下身位，我就知道，因为两边 AD 都在下半区。对，而且这波是知道你 AD 要回去补装备的。哎，这边小东北的位置有点危险，勾一下勾大招，还有一个伏地，这位置不太能走了，柱子把他顶了回来。这个柱子呀，哎，想抢一个惩，但是没有扯到。这时候专注推塔上路，两个人皇城 PK。没有其他的人，这就是一个哎，真的人对决了。但这波感觉三十九好像有点打不过了，要被单杀了。这死了呀！他有点是被那个二级抓伤了。是，就三十九觉得，哎，这把我好像可以了，有点行。杨澜那一瞬间，刚好是被晕住了。嗯，他因为撞到了墙上，然后那个 W 出来，刚好被晕住。这波还想的是。硬抢视野，先把视野站住，利用这个草丛想埋伏。这小口预言家一勾没勾到，
这边想要找三六九的机会吗？三六九这个位置有没有被拉到？是一个撞撞进三个人，这一步撞得非常不错。二 G 就给了一个大招，给的是小东北，小东北赶紧招出一个闪现，拉开身位到了蓝 buff 旁边。是，哎，不过这里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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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好运，所谓有问题 ，biu biu 是没有闪现的，两段野先逃。情况下感觉这个龙其实可以放。奥恩还有大，这波要不要打？这波踢过来了，逮到一个落单的，这边三 v 的位置有点危险，被顶了一下之后一个闪现勾，但预言家反而是。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，旁边一个羊叫过来撞了两个人，不过卡玛给了一个群盾，这边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伤害。旁边又一个大招给到 J.Cloud， 这边是隔墙的大招，一个撞了过去，但是后期并没有输出跟上啊。哇，这个位置还有点远，肚子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嗯，威武这边想追，但是根本追不上，回头一个大招劝退，把自己看一下这波，大招过去，然后这边是想要闪现勾一下，这其实没有把人顶下来。而且这个位置感觉勾到也打不死了，这波感觉预言家有点上头。对，说实话，这位置因为卡莎是已经飞过了，要合理吧？确实比较合理。来，这边又是练到了上来打一套，但是伤害还是不够呀。吸头大招还要追，交闪现，交闪了。后续感觉滔搏这波是有反打的一个机会，给了阿姨之后，这边一个勾勾到的是小东北，那这边很灵活，狗熊直接越墙而跑。后续这边三十九一个羊是击飞了这边小东北，小东北原地开了一个秒表，后续有没有队友来救一下？有没有救一救呢？这个位置双方重新拉开，哎，这飞一下想要过去收一个艾卡西亚，暴雨是收掉，回头一勾勾到是鳄鱼，鳄鱼交了一段一技能，但他一没有触发第二段，这个老交出闪现，先拉开一个身位，闪现 W， 然后最后一下一个 Q 技能，这把杰克拉我给收掉了，不过自己也走不掉。是，后续 PUI 的赶紧溜，这把虽然被你锤烂了，但这把跑起来了，跑起来，勾一下，勾到。撞过去，第一时间先交金身，是，三十九也是一头顶到了这个柱子上，好像是。后续最后等 CD 好了之后，艾卡西亚暴雨进来收掉这个人头。啊，这波是被破败减速了之后，虽然交治疗拉位置，但回头看到有机会去杀，也没有选择回头打一套输出。嗯，那比如说已经变成了魔切，一个撞，一头撞到。来了，这位置一个羊叫的位置非常好，叫到了四个人，这边闪现还是被羊到，但已经拉到了一个安全的身位，反手一个真羊叫出来，也是叫到两个闪现勾，勾了一个塞拉斯，塞拉斯并没有秒表的飞进去，这边被套了一个虚弱杰克的位置，再和这边的小东北缠斗，小东北开了一个金身，这里的话还要最后一下皮卡的交出闪现往后撤，但是自己正面没有这么好运了，已经没有任何的输出，滔搏就赢下了这波团战，舍米卡杰克身上真的不怎么疼，一套上去给你打一套也半血。他开始偷了羊的大招嘛，后面是自己 QW1 再加被动，哎，这边还想留啊，但身体伤害是有点高。皮卡的直接没了，后面一个绕后 TP， 但感觉这边根本不怕呀，还可以继续输出。来的是一个鳄鱼，这个位置一个云晕住，还有没有操作空间？还在渡，还在封住直播，感觉还能杀。后续这边毒有没有毒到？毒到了，还有 E， 还有 E。哎呦，这波是直接给 Net 秀起来了，一打三，打了一个三杀。抓单这条路啊，现在蛇女是一个可以抓的点，就如果他面团的话，你不可能越过这三。哎，撞起来 ，CMD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开始要暴雨一套撞过去，这个羊没有撞到艾希，艾希应该是可以回到原点。撞到这边鳄鱼啊，鳄鱼就没有这么好运了，鳄鱼直接在地上被活活吐死了。那滔搏也是要一波结束比赛，这一剑，但是受到这个最弱的三六九，后续泰坦一个大招这边击飞两个人，之后威武只能在血池门口，三九顶回来，但三六非常肉，反手一个大招大到三个人。这位置桑比还在努力做输出，但是感觉也是杯水车薪，后续这边泉水里面感觉都不是很安全了，一颗没有倒地，另一颗也是倒地，这边有点想刷输出，但是威武在这坐在泉水里面不给刷，那我们恭喜滔搏在第二局扳回一城。
Thank you.